各位末世烽火台的观众们平安。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帅哥美女。在我左边的帅哥，他的名字叫做 Ethan。在我右边的美女，她的名字叫做……大家好，我是 Felicia。好，在这里跟大家宣告一个 Kingdom for Jesus 重大的进步，就是我们现在转型成功，即将从老 Coco。从老 Coco 转型到帅哥美女的帅哥美女的新形态节目。好，那医生讲一下你的节目叫什么？我的节目叫做 AI Talk， 然后请大家来特别来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个节目是就是我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然后在讨论关于现在对于的这次大选的新闻啊，然后还有就是左派跟右派他们最近的这个动向。那目前就这个样子。就是他会用轻松或幽默，又有那种 psychic 的那种方式呢，在谈笑之间呢，把重要的议题呢，来跟大家来说明，那大家会有很清楚的得到，特别是对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风格。还有各州的法案，特别是加州的，因为我们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所以我们也会讨论到这些。好，然后现在请大家好，我是 Felicia，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节目 AI Interview。 那在 AI Interview 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现阶段会为大家推出很多跟我们美国大选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会 Interview 很多政治人物，让大家更能了解到他们的政见，而且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民众会有怎么样的便利，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上学等等之类的问题，我们都会探讨，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好，那谢谢各位收看，然后请大家一起来 subscribe 这个 YouTube 的 channel 是 AI News。AI News， 那我们把链接直接放在下面，就请大家点击进去，然后点阅。那么我们也鼓励这些许许多多的有志向的年轻人们兴起来，成为新一代的草根性的年轻的基督徒运动。好，谢谢大家收看。